好了，你跟我说的万丈把热水器给我开到80度，屁上面给我来两了，我今天给你买完，老子就晓得好的儿子绝对会打洞。哼，好了，你给老子出来，我今天给你两个买完的。嘿嘿，那个还给我买完，哎呦咋走？哎呀，我有个老洞啊，那个救援我吧。兄弟，有话好好说，不要动手动脚，两个生怕不轻为你这儿打。嘿嘿，哪有在你的？我把天走到钉子去了，来我帮你拆了。哎，你那个拆不落，哎，那个好几大呀！你是啥子人？你要拿钉子狙我吗？老子踩死你哦！好几回趁现在把二哥逮到。哎，啥子？明明说住了我的喉咙嘛！哎呦，给把他打出来了。嘿嘿，那个是最后的下场。哎呦，大侠，你给老子记到，我要报仇的。强哥，你看那个啥子？那个你脚高头的钉子，我给你拆开了。啊，我脚高头的钉子，哎，好像是啊，没得了。嘿，从今天开始你都是我的朋友了，保你一世平安。我还不信了，有那个大象在那里，我逮不到那个号嘞。看到夜明珠搭飞机包上了天。你咋子？不逮号嘞，我咋子？好嘞，其实你想逮，想逮都能逮的，一定只给打到地下去。啊！救命！哎呦，今天我回头再忍，不然打到地下活埋了。送你的话，想带大象回我的家，每天嘻嘻哈哈，过年还要吃个面包。一次串串，不能是下地狱卖钱，我给你们同归于尽，我的手。今天你们完了。哎呀，早咋又在里面？岂不是在外面的嘛？哎呦喂，我把我弄死了。